想要在2022年找到自己的 Mr. Right 的女孩们，最强桃花运全靠她，四大星象招桃花大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鱼。2021年你过得好吗？是不是很辛苦呢？辛苦的同时，我们要照顾好自己，也要照顾好自己的桃花运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星象好桃花的幸运秘籍在哪里呢？而且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最大的秘籍就在最后。牡羊、狮子、射手座来到2022年呢，火象星座颇有收获哦。你前面的努力终于得到肯定了。在追幸福的过程中，我们是要有方法的哦。内在的提升和影响力，再加上外在的补强和经营，绝对为你好上加好。讲到桃花呢，我们贝朵娜的粉钻瓶，你看整个瓶身就是粉粉的。它的用法很简单，非常符合我们火象星座的个性哦，就是轻轻的拍上去，然后让我们的气色很快就可以焕然一新，让你从内而外有自信。但是我们在戴完口罩之后，会不会就全部的效果大减分呢？这件事情大家不要担心，脱掉口罩之后，你还是一个完美的自己。2022年火象星座招好桃花的小物，亮色系的水晶。金牛、处女、摩羯座来到了2022年呢，土象星座有机会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哦。因为前面呢，你把很多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，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或者是跟自己相处的时间都不是很多，尤其是你从小到大的经历会影响到你的感情关系和人际关系，这部分要特别的注意了。粉钻瓶的亲肤防水科技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，想要让你的皮肤完美无瑕，得到保湿和滋养的效果哦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管你是做家事、运动还是出外工作，如果是你流汗或者是一整天都很忙碌，没有办法为自己补妆的状况下，试一试我们的粉钻瓶吧，因为它会让你完美的呈现自己滋润的肤质之外呢，不脱妆不狼狈才是真正你想要看到的效果。2022年土象星座招好桃花的小物，温润感的饰品。双子、天平、水瓶座，你们是不是等很久了？因为前面太多计划在进行了，来到了2022年的风象星座，确实是来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哦。这个时候就需要外力的加持了。我们的粉钻瓶微分子等压渗透科技呢，中间的高效成分让你把自己的肤色从外而内的提亮。如果你平常熬夜很辛苦，对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照顾，这种高效率的保养成分就可以帮助你提升气色。风象星座2022年事务繁忙，也不要忘了照顾自己哦，因为对自己好，自信出现了，桃花运也会跟着好。2022年风象星座招好桃花幸运小物，疗愈系的书籍。巨蟹、天蝎和双鱼座来到了2022年，你们内在的世界是被真正开启的哦，因为你常年被积压在心底的情绪有机会得到清理和释放，是不是大快人心呢？心态改变了，你就会从内而外的焕然一新了。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的粉钻瓶呢有精选地表最强保湿修护成分哦，它有台湾专利和日本专利，也有南非和法国的特别萃取的成分哦，就是让我们的皮肤在疲劳或者是得不到非常精致保养的状况下，还可以帮我们提亮肤色，达到抗黄的效果。光彩照人的你，从脸部到全身气质，再到你的内在提升，帮助你成为大家目光的焦点哦。2022年水象星座招好桃花的幸运小物，甘甜系的香氛蜡烛。相信打造好桃花的气质呢，首先就是一定要有好气色，然后要有好的肤质。我们贝朵娜粉钻瓶是巴黎时装周设计指定的品牌哦，是很多国际彩妆师都喜欢使用的牌子，而且他们爱不释手呢，以90%顶级保湿修护成分作为基底，是具有提亮肤色、裸妆和隔离效果的保养品成分哦，为你的每一分勇气和努力再
加油，让你散发自信的光芒。现在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哦，粉钻瓶搭配我的新书《在你的眼里看见自己：寻找爱情的32把钥匙》推出了限量优惠合购组，想要在2022年找到自己的 Mr. Right 的女孩们，这一组就是你的爱情钥匙，千万要把握这一次的优惠哦，因为限量就像缘分一样，一不小心就会错过。我们文章中呢就会有优惠连结，帮助你打开好运好桃花的大门哦。祝福大家在2022年都能找到自己的好桃花，为自己打开幸运的大门。